十二岁的云门终于有了自己的家，坐落在淡水中央广播电台旧址，以通透的玻璃帷幕引进大片的绿意和阳光，黑幕拉上后才变成舞台，被称作梦的绿剧场。云门剧场不只是云门的家，而是华人世界第一个以表演艺术为主题的文化园区。这里除了看树、看海、看表演，还有很多梦想等着实现。公视艺文大道邀你一起来云门的新家坐坐。